漫的巴黎时装周看出王一博不同的价值展现，是巴黎大秀参观，却又不只是简单观看。方才相加靓仔抱桶礼帽一戴，突然转变风格潮流运动酷盖，是超级手穿，却又不只是超级手穿，超级日常操作多套司空见惯。本次高级工坊首次国内展现，是代言官宣，却又不只是代言官宣，时尚博主出动宣传一气呵成，感叹巨型牌面商业价值认证。接机走的是 VIP 通道，瞩目市区等等各个地区带动词条。同 Caroline 女士老友交谈问好，同 Lacoste 品牌 CEO Siri Giberti 先生握手社交。 Lacoste 指出，王一博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年轻艺人之一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，引领潮流多元时尚。王一博的出现与加入是品牌与艺人的双向选择，是品牌理念与个人风格的相互契合，是王一博时尚表现力的展示和商业价值的认证。他的巴黎时装周之旅价值无限。